10月21日是邓伦的28岁生日，美好的一天，邓伦收到了源源不断的祝福。近日，邓伦以欧莱雅彩妆代言人的身份在深夜发视频撩粉丝，他表示所有的祝福都收到了，感恩，谢谢所有我爱的你们，并表示会演好以后的每一个角色，粉丝就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。近段时间一直没有新作品的邓伦在视频中颜值依然高，本就皮肤白皙的邓伦穿上一身红色西装更是衬托得贵气逼人，邓伦西装外套上搭配了黑色的纽扣设计，衬得这一套搭配简约而不单调，挺拔健硕的身材将张扬的红色成功压制，浑身都透出十足的沉稳大气感，修身的西装套装身材真是太优越了，嫩大的深红色修身高领打底更是成熟内敛中不失时尚年轻感，邓伦缤纷的短发造型十分慵懒随性，额前的碎发修饰柔化五官线条，精致的五官在碎发的修饰下显得更加朦胧，给人一种高贵又绅士的感觉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